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胡叶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韩佩泉。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你画我猜的游戏，让我们开始吧。OK， Lady Go。占用菜吗？啊，撑腰。制服。立雪人，埋雪人，造雪人，堆雪人。高跟鞋。增高垫。纯真。周深。涂口红。口红。舞蹈。主题曲。舞台。大鱼，宁静 ，Amber， 邓超 ，Wave， 腹肌，撩腹肌，人鱼线，鲨鱼线，鲨鱼，鲨，人鱼线，泰国。OK， 那么经过我们第二轮的这一场比赛呢，很荣幸的是我跟涛涛获得了平局。那么呢，想问一下涛涛这一次的感受如何呢？这一次感觉自己发挥没有特别好。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，因为你的实力本来也没有那么好。我今天的时候我发挥的也只是拿出了我正常实力的1%而已。那没有办法，那么平局我觉得可以了。是你的游戏。Yes。OK， 那么最后呢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记得来腾讯视频看我们哦，拜拜，拜拜。